来到自然堂武林争霸，寻找中国最受欢迎的好舞者。在为期五周的精彩炫舞环节中，120名学员顺利通过。由中外顶尖舞蹈大师所组成的编舞团队，对这120位舞者进行了跨舞种的高强度训练，最终只有44位得到国际训练师的认可，突出重围，走到这一轮。今晚导师考核环节考察的不仅是44位舞者的个人舞技，还有团队合作能力。2位舞者必须同时通过，若有1位舞者没有通过导师的考核，另一位也将进入自然堂见证本色之美生死义务环节。赛制更加残酷，导师的眼光也将更加挑剔。今晚究竟谁去谁留？跳出自己，本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雪润皙白独家冠名播出，由果汁健康专家美汁源联合赞助。美汁源，喝得到的阳光健康。爱舞蹈爱生活，杰利亚邀您参与观众互动，参与短信互动或@武林争霸@杰利亚新浪微博互动，都有机会获得杰利亚大礼包。感谢节目制定产品赞助商三星电子的大力支持。中国舞蹈界最受欢迎舞者的战争即将拉响，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一组舞者。音乐起。看着很欢快哈，但是我发现梁倩好像依然镇定，你已经呼吸急促了，小姐。我觉得挺好看，配合还算默契，音乐把握的标准，广告植入的不错呀，拿三星手机哈，广告植入的不错，没问题了。我去说到这儿吧。小姐，梁倩，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首先，请梁倩出列。小春。梁倩，你只有那个情绪上面是放开了，可是在那个技巧外是不太适合你跳 locking 那种 style， 所以，sorry。静心老师，其实梁倩你是个好演员，只是你要记住了，将来你会面临很多的舞种，不可能你跳的和你现代舞那么一样得心应手，但是一定要神似。鉴于今天的表演，包括整个你和肖杰的配合，我觉得是加分的，所以这一票我是给你的。方俊老师，我认为给一个舞者在3天里面突然转变一个舞蹈的话，已经是一个难度了。我自己是个舞者，我很清楚。我给。谢谢方俊老师，杨丽萍老师。我觉得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舞者要在几天之内转变一个跳法，
确实对小梁是一个考验。我如果从来没看过你跳别的舞，看你跳这个舞，那我肯定觉得不行。但是因为我见过你跳别的舞，不知道怎么办，有点很为难。不过我想看到小梁之后的那个继续的努力。恭喜梁天目前暂时安全。肖杰不知道连续三届的街舞世界冠军会不会继续武林争霸的艰苦旅程。金星老师，你紧张什么呀？不知道，我很紧张。是不是这么从这儿这么一走，还没进二十强，从这儿刷下去了以后，是不是对拿过三届四届世界冠军的这个舞者是不是特没面啊？不，这个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吗？绝对没有，因为我从来这个就已经把所有的包袱全部放下。如果真的是觉得没面子的话，我也不会来参加这个。OK， 好，我相信这句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给你。对不起，这次你是训的，没有上次厉害，我不给。杨丽萍老师，我觉得今后你一定要多观察生活，用舞蹈这样特殊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好吗？三位导师点评完之后，我感觉到肖杰冷汗直冒了。方俊老师，希望老天保佑你。恭喜肖杰得到三位导师的支持，你和梁倩顺利进入武林争霸的下一段旅程，可以好好庆祝一下。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舞者。音乐起。他那个这两天一直在发烧，昨天的时候是最高烧到39.7度，然后还一直在坚持。我希望大家能给他加个油。陈瑞尽力了，也完成了，现在就看四位导师究竟做怎样的决定。小春老师，上一次我觉得有点装，这次你很真。那既然你这么辛苦来到这里了，别有。杨丽萍老师，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舞者，刚才他的舞蹈已经说明了一切。
谢谢老师。陈瑞已经有两票支持了，金星老师如果再给你这一票的话，你就暂时安全。你表演风格不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有点过分的夸张。如果肢体动作很丰富的话，告诉我你是个舞者，而不是个哑剧表演者。希望你看到有更好的表现。谢谢老师。方俊老师，你会让陈瑞得到所有的票数吗？陈瑞，因为你心里很有数，两天的发烧，你在台上是撑，还有距离。谢谢。谢谢方老师。陈瑞暂时安全。陈心凌，四位导师，请做出你们的决定。方老师，你可以改变。谢谢。小陈老师，对我来讲，刚才表演陈瑞 OK， 还算过。你刚才那个 ，sorry。谢谢小陈老师。我们陈心凌还有没有一线希望？金星老师，就你的水准来讲，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你想成为舞蹈明星的话，你还必须经过一片野猪林。我们来听听杨丽萍老师对你有什么要说的。真的。跳民族舞本来是你的一个专长哈，很难为你来跳这样的舞。但是这个它就是这样残酷，这个舞台不是一个唯一的，好吗？谢谢杨丽萍老师。陈心凌，加油。陈心凌带着微笑离开了武林争霸的舞台，让我们祝愿这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可以在今后的舞蹈之路上越走越远。而陈瑞也将进入待定，在节目最后与其他将可能待定的学员进行生死一舞的比拼，争夺最后的名额。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舞者。七。骆文博，非常好。看了你，我有点嫉妒的是，我们的国标舞界真没这么好身材的。是我目前看到的国标这个范畴里面最好的一个。谢谢老师的肯定。今天能在舞台上跳这么好，真的多亏了我的舞霸刘潇。真的，他特别特别的棒。他不但是一个好的舞者，而且是一个好的老师。他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还有就是他已经受了伤了。带着伤，然后陪我练了几天，才有今天的效果。所以舞霸，谢谢。杨丽萍老师，首先我觉得是金童玉女。谢谢杨老师。好像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我说的是舞台上，好像我没觉得你是跳民族舞的，你知道吗？腿那么直哈。
完美的配合，真的。谢谢老师。两个配合真好，你真是有天分，真是有天分。谢谢老师。真是有天分。我要给你们这个双人舞鼓个掌。好，四位导师，现在你们要决定的是，骆文博、小春老师，你先做出你的决定。我觉得你这真的去往国标那边去转一下，去黑池。那当然。啊，所以给你吧。谢谢老师。金星老师，文博，从形象、个头、心态、舞姿，包括你的笑容，都是具备了首席女舞者的条件。哇，谢谢老师的肯定。杨老师，跟小陈老师的看法一样，就是希望你好像真的是在拉丁这方面有天赋，我真的不忍心你们两个被拆散，你们真的是配合得非常好。谢谢老师。谢谢杨丽萍老师。方俊老师，骆文博，其实跳国标的从第一份出来的那种感觉是最重要的，你给我们造成一种美感非常好，可能的话欢迎跳国标。谢谢老师。四票哈。我们的骆文博已经暂时安全了，四票要恭喜你。刘潇，你们给他怎么样的决定？谢谢方俊老师。杨丽萍老师，谢谢杨丽萍老师。金星老师，想法单纯，不放弃，保持自己那个单纯性就可以。舞蹈演员能够走得久，就是要有那个单纯性。谢谢金老师。两位目前已经可以顺利进入我们武林争霸的下一段旅程了。小春老师，你会给这两个人都撕票吗？谢谢陈老师，恭喜两位。刘潇、骆文博默契的配合和完美的演绎，让导师齐齐亮灯。当现代舞遇到国标，跨越的是舞种，不变的是舞者对舞蹈的热爱和激情。自信的舞蹈，尽情的释放，你本来就很美。第一个八票，骆文博、刘潇会有称霸武林的可能吗？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舞者。音乐，请。
金星老师。哎呀，孙科，这我的眼睛一直在他身上，这是个问题。这段舞动作和情感完全不在一起，感觉就是特别僵硬，特别死板，特别没有那种融在一起。因为是这样的，杨老师，就是可能因为我是一个跳黑怕的女孩，说实话，对于现代舞，我真的就是因为来到武林争霸才有接触。然后孙科也是不是一个说专业院校里面学出来的一个舞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尽力了。不知道四位导师会不会支持我们杨超获得三票以上才能够暂时安全？杨丽萍老师，可能不行。杨超不行，很抱歉。小春老师 ，Sorry。杨超，我们来看看方俊老师。杨超其实非常棒，因为他是一个 hiphop 舞者，能把现代舞跳成这样。他今天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还是给一个，谢谢。谢谢方老师。谢谢老师。非常好的舞蹈。谢谢方老师，真的很感动，非常感谢你。孙科很平静，不知道四位导师会不会支持方俊老师。孙科，你真有天赋，可能我对你的要求高了一点，我一直认为你不比那些首席差，我要看你后面。谢谢。杨丽萍老师，其实面对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困难，我刚才都有一点手都发抖，一直发抖，觉得特别难过，你知道吗？特别难过，就是我觉得这两分钟好像没有把你的这个体现出来，真的很，哎呀。杨丽萍老师，你的决定是？不给。谢谢杨老师。金星老师，舞者的天分你有，你要学会收放自如，你现在只会放不会收，对不起，没有。小春老师，明年吧，好不好？加油。好，加油。谢谢两位。虽然孙科和杨超都止步于此，但他们仍然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导师们的支持鼓励。他们的争霸之路很短，但舞蹈之路一定还很长，加油。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五组舞者。音乐起。
see I can have me a good girl and still be addicted to them hood rats. And I just blame everything on you. At least you know that's what I'm good at. Always find, yeah, always find, yeah, always find something wrong.不知道四位导师是不是喜欢他们俩，金星老师。你们俩中间都非常好，线条都很漂亮，发挥你俩的长处。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出问题了，手托得特别漂亮，最好的 music moment 音乐的瞬间，咚，强人手应该托举起来，你们做了个最无关紧要的一个动作，可惜。能不能把他们俩最开始跳那个舞蹈的开头再给一遍？我那块太不过瘾了，能不能再给我重新跳下开头？在重拍上托举起来，来再来。音乐走，这是我听方老师喊一下。加油，音乐起。好。好的。好多了，这个对了，这舞就起来了，那么漂亮的开头，这舞就起来了，明白了吗？这擦擦擦好了，擦不就很爽，我觉得很爽。那要不然你前面不吸引人家，后面很难看下去，就好像油跟姜中间的感觉。我认为大家都特别想要做编导。下次加油。在编舞蹈的时候，不要忘了可以找陈小春先生。没问题 ，No problem。其实我在这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来到这个舞台，我不想用除舞蹈其他以外的任何事情去引起你们的关注，而是纯粹的跳舞，因为舞蹈是纯粹的，舞者是孤独的。讲得好。舞蹈是纯粹，但是舞者不是孤独了。舞者怎么会孤独呢？方俊老师，我当了奖励。杨丽萍老师，只要你按，侯腾飞就暂时安全。我再想一下吧，金老师，看你这。杨老师要再想一想，说我本来我这票不想给你的，为什么呢？如果杨老师给你这票了，我就不给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三票就可以了，我特别喜欢你的简单，所以说我怕那票没有，他那这票为了保险金我。谢谢四位导师，目前我们侯腾飞暂时安全，而且你看到了你奋斗的目标。段静婷，我呢其实不太会说话，我就是觉得我跳了小半辈子的舞蹈，我觉得现在舞蹈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爱舞蹈，我要跳舞。好，四位导师请做出你们的决定，方俊老师先来吧。希望你后面会更漂亮。杨丽萍老师，因为我觉得芭蕾舞者真的是非常敬佩，芭蕾舞者是最艰辛的一个舞种。你使我想起了《黑天鹅》那个电影。谢谢杨老师。静心老师，特怕我说吧，段静婷。怕。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的舞蹈当中太多的理性成分，做一个舞者理性的坚持是需要的，但在舞台上一定要感性，所以我这段双语，说实话我对你是不满足的，
但是你确实能做好，这一票我给你。谢谢金老师。金姐都给了，上次骂完你都给了，能。谢谢。谢谢四位导师。舞蹈可以纯粹，但舞者并不孤独。所有为理想坚持努力的人，他们也许伟大，也许平凡，但都美好而温暖。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舞者。音乐起。天天非常投入，编舞也非常新奇，你们这身装扮，大王派我去巡山哦，我觉得也有效果啊。不知道四位导师是不是被他们的舞蹈感染到？杨丽萍老师，编得挺好的，我感觉你们是不是在什么一个蛮荒的一个？那我同意那杨老师的观点，编得非常好，很有特点。整个这个段舞我们是绝对喜欢的，看得我们。就表达得很准确。刚才那个是不是苗声啊？有一点元素在里面。哦，小春对了，因为他们两个编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很感动。就是我们前面没有进入四十强的那些舞者回来帮助他们一起编。他叫潘宇。让我们看看潘宇在哪里。反正两个出来短短两分钟，我满意。孟璇，问一下，你在广东的哪个区啊？我家在韶关粤北山区。哦，芊芊是我们上海杨浦区的，一个上海杨浦区的和一个韶关的女孩，广东女孩在一起，可以跳一个好像云南的一种特色，中国人真本事大。反正他们两个是教育了我。现在好像芊芊的心情是非常放松的，不知道四位导师给完你票之后，她还能有这样的好心情。小春，对不起 ，OK。金星老师，芊芊绝对是个好演员，你可以驾驭任何一个舞种，你身体已经太有表现力了。我帮你，非常好。只差一票，杨丽萍老师。芊芊，我给你提个这个建议，就是你这一块儿啊，跳舞的时候，你这一块还是有点紧，就是因为我们跳民族舞的嘛，特别讲究这一块儿，光甩头这里不行。好，我会练。嗯，你就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舞者，给你这一票啊。谢谢。方军老师，那当然他也是四分。希望芊芊的好运也能够带给我们徐梦璇。徐梦璇，开始你的自我陈述。我特别就是
因为这个姐姐她是那个赚钱公司的首席，她是头牌的，都是我们这些学生心目中特别崇拜，完全就没有想到能跟她站在一起跳舞，然后还变东西会又累又就是我来这里就都赚翻了，赚翻了。我来到这里太值了，我简直就是我赚再多钱都是人生买不来的财富。真的非常可爱的姑娘，四位导师给她这个机会吗？徐梦贤，我认识你，我也赚翻了。对。杨丽萍老师，我觉得梦贤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她特别纯，特别淳朴，对一切都是一种好像自然的一种接受接纳，然后是尽心尽意的去跳舞。还有一票，静心老师。没有。为什么？你太嫩了，明白了吧？你很认真跳的这段舞蹈，但是跟芊芊在一起以后，一下看出来一个成熟的舞者和一个认真的舞者的区别。但你真是个好苗子，今天表现，我觉得不能说服我把这个票给你。明年再见。到底是明年再见，还是今年金星老师再见到他，取决于小春。孟璇啊，我上次给你的感觉是你的功底一般，可这次你跟芊芊去跳那个苗身，让我很刺激，对不起，不能给你走。恭喜芊芊、徐孟璇双双晋级武林争霸的下一段旅程。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下一组舞者。音乐起。轻熟女今年27，几年前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你，她大我3岁，有着大姐姐的干脆，看似姐弟恋，最后却含着泪。我跑去马祖当兵，熟女说好伤心，我的大头兵日记都是在写熟女，触景伤情，弹着思念的钢琴，忘不了她芳名，忘不了那场景。这几年你到底是怎么过？而这几年我到底又是怎么活？时过境迁，又怎么会是这么折磨？我的老天爷，让我们相遇在多年以后，鼓起勇气，爱如潮水般的涌进。可是我有另外一个他了，哦，这窘境，这样尴尬的关系，这样尴尬的我，尴尬的手指。
什么叫在台上忘我投入的跳舞？我每一次都不知道导师要说什么，但是我这次有可能揣测到某一位导师会说好看，真的很好看，好看，好好看。说就是这个舞蹈是我俩一起把它做完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黑怕，那么其实我也特别紧张，特别特别没自信的跳黑怕，因为我有跳过给他们看，他们说黑怕应该耶，哇，都是这种的，但是我觉得耶之前都会这样，但是他就反复告诉我，包括他的老公，在这里我想主要想谢谢他老公莫莉娜哥，他老公也帮助给我们编这段东西，谢谢大哥。我们俩在排练的时候，他会尽量不过来，因为他知道会干扰到我的情绪，然后所以我觉得特别舒心，就是能把我所有的情绪跟感情放到这段舞蹈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带给大家快乐和幸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希望不管结果怎样，今晚王润你应该只属于你的老公。四位导师，你们的决定。金星老师，其实这段双人舞从表演层面上来讲，最让我吃惊是王润的发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双手给你这一票。方军老师，音乐行。很干脆，小春老师，今天发挥的比上次好。吓死我了！不一定有票啊，不一定有票啊，发挥的好，反而又觉得是。没理由不给吧。我们来看看杨老师给不给你，他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不觉得我在看舞蹈，我们跳进去跳出来，是吧？如果真的忘了你是在跳舞，我觉得这个境界就很高了。王润四票。张若月，做出你们的选择。小春老师，你今天是用一个现代舞的舞者去跳一个这样子的所谓的 hip hop jazz 出来，我觉得虽然不是很好。OK。这个停顿还真的有点让人紧张，金星老师。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表现力、掌控能力，对一个新舞种的把握，包括跟舞伴的配合，都看出你是个非常有潜质的、非常成熟的一个舞者。其实我更喜欢你的是，因为在这个武林争霸舞台上，今年特别奇怪，身高1.8米以上，有肌肉、有线条、有块的男舞者一堆，但是最后拼到最后的并不是你们的舞技。最后差那么一点的是什么呢？人格魅力，拼到最后那一点点。所以说我希望你保持你现在的状态，你会有很多的仰慕者、喜欢者。别懵，还有2个月，这2个月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数。我也给你2手票，为什么呢？一是我给你的，另外这是我替王润的老公，咱们一起给这票，好吧？给你这一票。谢谢金老师，谢谢金老师，加油！谢谢金星老师，杨丽萍老师。我站着给你。恭喜张傲月和王润。
张傲月和王润用一段精彩绝伦的双人舞征服了所有的导师和现场观众。舞台上的王润是幸福的，舞台下的他也是幸运的。希望所有热爱舞蹈的恋人都可以在舞蹈中收获甜蜜，获得快乐。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下一组舞者。音乐起。两个人表演的都很痛苦，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伤害了谁。四位导师对他们的表现，你们是否认可？美女与野兽，两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外形，找到了一种特别默契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抒发的方式，编排的非常的默契，真的很好，谢谢。我刚才看到了一段最不可能的组合，跳了一段最不可思议的双人舞。你的 breaking， 他的五点五，他们都把自己最强东西放到边上了，在中间找了个契合点，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聪明的编舞。目前为止来讲，我觉得这如果给编舞打分的话，这一组合我会给你打最高分的。四位导师给郭爽支持的票数，看看究竟有多少。不可思议的搭配，不可思议的搭配，谢谢，谢谢你给武林争霸留下一个可以跟美国武林争霸比的作品，谢谢。杨丽萍老师，在这两分钟里面，你真的很闪光，谢谢。金星老师，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谢谢你的表现。谢谢金星老师。小春老师，三票，郭爽，现在也三票，这个无所谓的吧。那郭爽，我们就把四票这样一个渴望留到下一次，因为你暂时安全，恭喜你。谢谢。杨凯，你有什么要自我陈述？到现在为止，你一言不发。我想说一些关于我们 B-boy 的事情。在街上有无数的人，然后说，哎，你是跳街舞的。来来来来，你会那个托马斯吗？头转吗？我说我会，来一个吧。行，但是没有人说我们 B-boy。 你是跳舞的吗？
我第一次和一个女搭档，然后跳这种现代舞的感觉，我有很多次都想放弃，因为我编这个舞，我们用两天的时间，我有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差点崩溃，但是我不，我想让所有的 B-boy 知道 B-boy 是有舞蹈的，技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小春老师，你给这一票吗？高手，你们两个让我上了一课，这样子也可以搭进来。OK。金星老师，我觉得杨凯十多年前我认识你是个孩子，那个时候让你跳这么一个舞蹈，和打死你都不会跳的。对，在两段双舞当中，其实郭爽变化大，不，他往前迈了30%，你迈了70%，这个舞蹈才形成的。所以这个特别了不起，而且你看的那段话也正像你所说的，给所有的 B-boy 一个告诉他们，舞蹈应该有灵魂，任何东西只要你放得准确了，它都会有它的特征的。真是感谢你和郭爽有这么一个准确默契的配合，虽然过程很煎熬很痛苦，但是效果出来了。双手给这一票，谢谢。杨丽萍老师，技术它只是一个空的东西，这种感悟，这对你一生是特别的享用。然后从此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样是舞蹈，在这里找到了自我。谢谢。谢谢。杨凯能否得到四票呢？方军老师，为了你们俩的平衡，我这票就收起来，好不好？谢谢。再次恭喜郭爽、杨凯顺利进入武林争霸的下一段旅程，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现。街舞遇到现代舞，也可以擦出一场美丽的火花。这对最不可能的组合带来的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美感的升华，让所有人感叹舞蹈不可思议的力量。恭喜郭爽和杨凯。让我们有请下一对舞者。音乐起。哥，从小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你是哥，我是弟？哥，你总是那样严厉，为什么爱我从不放弃？哥，在风雨中看见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哥，我要和你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你说你是哥，我是弟，你要为我遮风挡住，再难的路也要来。找到人生的路径，我有你这个哥在心里，我也为你遮风挡住雨，想说的话永远说不尽，手足的情。贾玲、严国超，这段舞蹈我大概明白了，就是
地主家的女儿爱上了他们家的长工，男主角女主角都有这个心了，就看双方家长同意不同意了。金星老师，对不起，这个舞蹈我不接受，我不喜欢。整个舞蹈两分钟，三个动作，五个相距，一大段的情绪。好，这个情绪可以有，哪儿来的这个情绪？我希望你通过你的肢体来告诉我，我就不知所云。我希望不要拖累我的舞伴家的，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棒的舞者，啊，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杨丽萍老师，舞蹈它是无处不在的，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的人的一个专利。我觉得，就听了你这番话，我觉得我非得给你这票。超越了，最后你是捏住了。好，小春老师，有太多强者，有太多强者，对不起。金星老师，所有走进武林争霸的舞者都是用心跳舞，但走到这一级别，导师考核不够了，对不起，回去搞科研吧。但是我要说一点，那个小严，真的还是要坚持。看样子你今天可能过不了，但我真的真心的希望你坚持，不要回去搞科研。杨老师，他这头发，可别说他回去搞，就是他想回去搞，门卫也不答应他回去搞。对，我怕他回去啊。会吗，杨高强？回去。这个杨老师放心，那个应该不会的。继续坚持啊。好的，谢谢杨老师。谢谢严国超，请贾玲做自我陈述。我觉得金姐说的特别对，在这个舞台上面，我觉得光给跳给自己可能是不够的，我会继续去改进，剩下的让老师们来评判。金星老师，贾玲说那话特别对，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我特别高兴。那在两分钟之内，你怎么能把你所那么积攒的强烈的情感感动到我们？这是所有选手都面临的一个课题，一个话题。但是我这一票我已经说出去了，我这票还不能给你，不能给你。杨老师，我们只是我们的个人角度，那我们真的代替不了你。但是我自己还是很喜欢你这种表演的，所以我给你这一票。方俊老师，给吧。你的严歌苓给了，我肯定给了。杨丽萍老师、方俊老师两票。小春老师，现在就看你了。刚上次很吸引我，就是也吸引我。谢谢。恭喜贾玲目前暂时安全。金星老师，谢谢小春。我就担心了，我不能左右任何导师，但我就希望他给你这一票。因为在表演上，我保持我的原则，我不能给你这一票，但我特别希望他给你这一票，你能留在待定里边。因为你真是个好演员。谢谢你，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即将离开我们武林争霸的严国超，谢谢你们。虽然严国超离开了武林争霸的舞台，但他对肚皮舞媚而不妖、美而不艳的演绎，一定会让所有观众记忆深刻。而他的搭档贾玲也将进入生死一舞的比拼。让我们有请下一队舞者。是男孩子，是男孩子。音乐起。With his
我觉得朱大小姐你的问题比较严重，你真是把她没有把她当做你的舞伴儿，你是把她当做你的伴舞了，表演上的问题。胡博文、朱洁静两位，谁先做自我陈述？好。我不知道今天结果怎么样，但是我会一直努力下去，因为我还小。方俊老师，今天的作品没有把你彻底跳出来，但是我想看到你下一个作品。谢谢方老师。小春老师，吴博文，实在对不起，你央不到我。再说你刚才也说是20岁，还年轻。明天，静静老师，在我这儿没有这一票，明天再见。谢谢金老师。杨丽萍老师，真的很残酷，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票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也起不到什么，没办法挽留你，但是至少我为你的勇气。谢谢杨老师。现在我们来看看朱洁静。其实我就想说，作为我，哎呀，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个舞台上面要走得多远。当然，我觉得每一个站在武林争霸舞台上的学员都想赢，谁都不想输。可是，我把每一次登台亮相的机会，都当作是我的最后一次。在我的字典里，我觉得没有一步登天的天才，也没有不努力不付出就取得成功的奇迹。对我朱洁静来说，比起结果，我更享受过程。杨丽萍老师，我怎么形容你的舞蹈呢？就是你这个舞者，就好像我们生活中不是拉弓吗？要把一个弓拉满，绷到头放出去。你有这个劲儿，就你可以把动作，就是整个身体是可以整个甩出去，然后甩到你的整个心，不单是那种柔，还有劲儿，还有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我真的很佩服你。谢谢老师。我觉得不管我留还是走，我以后我一定要跳一支孔雀舞给你看，不会跳民间舞。不一定，因为今天这个武林争霸好像是这个环节，好像是要让人跳这个跳那个。你像杨老师就只会跳我那种，人家说所谓的什么杨氏也好，什么也好，独特也好，其实没什么。我那些动作那些特别简单，没有什么，只不过它有点生活的，或者让人感觉到一些自然的一些东西，或者生命的一些那种体验也好。实际上如果我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话，我早就不知道被刷到最后一个，所以其实你们更厉害更强大。对啊，是真的。方俊老师，因为其实这两个我都蛮喜欢的，我胡博文给了那朱洁静没有理由不给。好了，谢谢。谢谢方老师。已经有两票支持了，金星老师如果再给你这一票的话，你就暂时安全。金星老师，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雪人洗白独家冠名播出，由果汁健康专家美之源联合赞助呈现，美之源喝得到的阳光健康。已经有两票支持了，金星老师如果再给你这一票的话，你就暂时安全。金星老师，刚才杨老师说那些番话我觉得特别重要，不光对朱洁静，对所有的舞者们和电视台机前的观众们，记住了，明星可以选出来，可以捧出来，可以比赛比出来，但舞蹈家不是的，舞蹈家一定是修炼出来的，所以两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了。朱洁静，你已经上到另外一个级别的时候，你要抛开自我。如果在武林争霸舞台上往下走下去的时候，朱洁静，如果你再次跳出，我已经看不到你想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往家这个方面靠了，而并不是一个首席舞者明星了。忘我，现在要开始忘我，不要再想我了，我现在告诉我在跳舞就好了。你值得拿这一票。谢谢金老师。
三票，他已经暂时安全了。小纯老师，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者。哎，今天你们跳 modern 搞一个嘻哈爵士啊，你也驾驭了。哇，朱洁静四票，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博文，明年我们希望看到你，加油。热爱舞蹈的大男孩胡博文带着未完成的梦想离开了这个舞台，但是他的快乐和活力会一直留在这里。我们相信年轻没有失败，也期待朱洁静在之后的生死义务环节能再次跳出惊艳的舞蹈。让我们有请下一队舞者。音乐起。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我不回头，走下去。现在四位导师，季欢欢，你们会给他怎样的选择和决定？不好意思，这是我今天打出的第一票感情票，谢谢。谢谢老师。静静老师，就是你刚才表演的两分钟不具说服力，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我不能给你这一票。小春老师，有进步，为什么不给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小春老师。张丽萍老师，您的决定是？谢谢老师。季欢欢目前暂时安全，我们现在要为孙根祝福和加油了。好，把眼泪留给我们自己，好吧？还是稚嫩，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哑剧式的那种，一捂嘴，一指你，拍胸口，顶下脑袋这种东西的，对我来讲都有点缺心眼儿。从青老师那边这一票我不能给你。小春老师，无论你跳的好不好，刚才我想要看你进不下去。张丽萍老师，跳民族舞的跟我一样，我认为要不就再往下看一看，看你是不是还能再跳出街舞来。谢谢王军老师。王军老师，强大一点，我们明年的武林再争霸再见，可不可以？谢谢，加油，明年再见。谢谢陈雷哥。嗯，加油孙哥。谢谢，谢谢，谢谢孙根最后给我们的笑容。同样我们要
为欢欢加油，炫舞环节我们一定给你支持，加油。让我们有请在安全区等候的其他舞者，有请陈瑞、贾玲、朱洁静。真的是出乎意料，这样的四位舞者留到了逐一炫舞的环节，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一定会看到四段非常精彩的舞蹈。首先掌声欢迎贾玲，请放音。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fighter. Put the season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谢谢贾玲，有请陈瑞，请放音。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fighter. Put the season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下面的舞者压力一定越来越大，季欢欢，请放音。最后一位舞者朱洁静。谢谢贾玲，谢谢陈瑞，谢谢季欢欢，也谢谢朱洁静，你们都做到了。现在做出今晚你们最重要的决定，四位舞者有哪几位可以进入我们武林争霸的下一个旅程？
本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雪润细白独家冠名播出，由果汁健康专家美之源联合赞助，美之源喝到了阳光健康。感谢新浪微博、腾讯娱乐、网易娱乐、优酷、搜狐视频、爱奇艺、风行网及百度贴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观看武林争霸完整视频，请登录搜狐视频、爱奇艺点击观看。到底最终谁能进入26强？答案下周揭晓。